二十岁那一年，江勇去工作时从高处跌落，颈椎受伤，导致胸椎以下瘫痪。十多年来，生活起居全都依赖妈妈照顾。哎，是不冷？哎不，算采空吧。啊，咱社会嘛是无迄个，完全拢唔知啊。迄几个人完全拢无啦，就要夹家夹无赚钱，坐我坐袂停啊，有时啊坐坐坐啊，啊你啊坐到坐咧会扭也袂，倒也袂啊，那不倒啊。医生在办送咱那个脚病嘛，叫阮来有心理准备啊，用这几世人都有问题啊，我冇紧啊，家里也叫等下就好啦。16年啊，就是回来就是我都是我在照顾他。做母亲的甚至将椅子当成床铺，十多年来都陪着儿子睡在客厅里。开工也困袂过，就该唔着开工啊！啊，开工了爱困，我就困啦。啊，我是睡这样啦、啊。啊，他如果要做什么，叫我就要生气啊，都起来啊，安尼啦。照顾到我无多家用的时阵啦，啊，日子嘛爱过啊，一天过一天就好啊。原本认命的一家人，直到慈济志工孙玉贵到来，才有了转机。Hello， 张永旭，我来了。Hi， 有没有感觉压力很大？我看到12年没洗身躯，我傻眼，我没有办法想象12年没有洗澡的一个人呢。看到脚比现在更严重，整个是溃烂蓄脓，指甲摸了它就会掉下来。讲你昨天洗脚，到今麦脚臭侪啊，对不？嗯。脚臭恐怖吼。快点恐怖，结果是检验长，检验长说要亲自来完整。因为长期卧床，双脚感染溃烂，志工孙玉贵立刻向台中慈济医院求助，没想到检守信院长竟然亲自到家里来替永旭看病。阿姨，你敢有药膏？无咧，我买买退烧药。你买什么药啊？替伊来便宜。提药也无要紧啊，吼，阿姨哥，我来开，吼，阿姨哥，你来提来以后，吼，你第一只甲提起来，吼，阿只又搁抹去，看不见管他，吼。他需要照顾的不只是伤口，而是怎么让他独立，可以生活自理这一块，所以复健再加入。你有惊到？有，住院长来做。对啊，阿你有惊到？阿无受惊。有的时候就讲，啊，为啥我一个小小的人物，那我都，我一个这么大院长的名人来帮我换药啊？就院长真正帮我换的时候，那讲太过了，真正看到真正感动。我好像无一个任何医师、护士，无人像就院长安尼。做细心、做详细，甲咱解搞麻烦，解说讲要安怎换、安怎清洗。今天做感谢检验站的各位师姐。双脚的溃烂治疗好，志工要求永旭开始复健。这对于一个卧床已经十多年的人来说，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孙玉贵却用激将法，逼得永旭非做不可，逼他在家自行复健。逼他不要闲闲的，都在床上，要坐在轮椅上，都会蒙成的叫做单系。所以你就要去突破他，自己离开这一张床，到电动轮椅上面，然后出去外面，自己想去什么地方就自己去。目前他无法度讲，家己上下移位。我目前嘛是用爱人阿公把房地。我抱下床，阮爸说有货啊啦，定定甲咱抱落去蹲椅坐，抱一届，又疼一届，心情上歹就是甲厝人冤家啊。你带门仔阁开了冤家哦？真是甲阮老爸老母冤家，大细上冤家，冤家啊！真正厝边是凶，
做出来看。什么歹听话、歹话、歹听的，忍受袂住，咱拢讲出来。要哭哭大声的啦！啊，我着来想要安怎？哎呀，哭袂出来着来想，你知影无？没啊。即摆回想起，真正是拢是好的，吓啊！如果若无伊过世前伊句话，阮爸阮妈会用这句话讲，伊过世前讲的话是较歹听。但是我个人感觉，伊讲的话，歹听归歹听，但是这是真实在。如果伊若无用这个话，伊若无用这个话加刺激，我嘛惊袂出来。我感觉到你这那讲的，过着黑老的日子，我就比较烦，就怕担心，阿妹死在死未定。好，对吧？哎，囡仔，阿未娶某就是囡仔，对吧？永秀家本来就有一台轮椅高背，但是它不是电动的，它是要人协助去推它的。我们评估是电动轮椅比较适合他，因为他住院复健完后，希望他能自己操控，哦，他能自己去哪边比较方便。而且我们那时候买的是算是最先进的，也他有那个坐垫，柔软的坐垫比较不容易入穿。一三五来复健，他礼拜五做针灸。皇上哦，皇上哦。对啊，这样身体才会有一个往上撑的力量，帮你倒。皇上，皇上王后，身体往前，想象你的头要靠近你的左边的脚啊，哈，额头靠近你的小腿，对，加油哈，你可以维持一个姿势到十秒钟。因为他之前连坐的都没有办法坐啊，对呀、啊。你说他以前连坐起来都不可能？他之前坐的就往后倒啊，对，所以他身体要再松一点，他才有办法维持姿势嘛，然后才有办法接续到后面要做移动或是任何的移动，不管是在床上平行移动或是做移位，这些都需要他能够坐着，然后可以自己稍微的出一点力量。辛苦了，没啦。没好，你们有时候会到这里来偷偷做些什么事？突击检查。哎，不是我，不是我哈、哦，是我们的法事团队，真的是不是用力在做，做到是不是真的到位？目标摆在老板，我是老板。离开了三公分的站，后盖变五公分俩，除了这只脚，另外那只脚也是要到时阵了，讲个头啊，头正在，啊，睏的时阵变安尼啊，一个穿的穿的字，一个穿字，都唔错，刚刚好啊，坐一下风，晒一下日头嘞。嗨，就看巴士来了。看，我们今天的朋友到了，对不对？嗨。为了鼓励永续，能够更进步。志工还特别邀约同样也是脊髓损伤的病友曾启雄前来帮他加油打气。曾启雄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源，因为他可以鼓励跟他同样瘫痪的人，因为他可以做到嘛，他从不能动到换身到自己开着轮椅走，甚至到现在自己能开车。看到自己开车来的启雄，已经让永续震撼不已。接下来启雄还有一招更让永续佩服的目瞪口呆。坐这一台去那个
国美馆啊，去看展览。有交一个女朋友，我们就约在国美馆见。而且他是一个正常人，他不是像我们一样是身心障碍者，并不是。啊，你有小希望走到这个程度哦？想不想要女朋友？想。自力更生，自己开车，交女朋友，说得简单。然而，光是看到启雄手上厚厚的老茧，就足以想象那些过程有多么艰辛。就常常要去勾啊，像我勾这个也要，然后勾这个也要。我上床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爬，我这个都是茧。哦，天！我就是这个都是茧啊。这叫做过程。可以享受一点成果啊，对啊，自由的成果。没有，你看他才没有啊，还细皮嫩肉的，还好命的。这个开车赶快，没改对哦，好，聊好。啊，久等了，我终于下来了。哎，谢谢。对了，这还好啦。就阿秋吧。志工曾经邀请口族画家谢坤山去鼓励启雄学画，后来启雄果真成为口族画家。江永旭在两年前也开始和启雄一样，跟着阮丽英老师学画。城乡区的一个街景，一个街道。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张的图片，可以自己创造，加跟减都可以由我们创作者自己来做一个修正。阮丽英教导身心障碍者画画已经20年了，他还成立一点亮身障协会，不论是多重障碍或者像永旭这样颈椎受伤只能靠嘴巴画画的身障者都可以来学习。对于身障者，我们是要训练他一技之长，能靠这一技之长呢养活自己。你不要把它涂平，记得让它有神情。笔触要的是这个笔触。山下面有影子，对，地方比较深，没有影子的地方比较浅。刚开始就这样养，那刚开始一养的话，牙齿跟嘴巴会痛会酸的，啊，口水就是会流下来这样，一撇一撇这样慢慢画，这样。那他克服这些困难了，把笔咬得很稳，你看他横线条，他也可以画得非常的平稳，把海的感觉啊、天啊、山的层次都表现得非常的贴切。如果没有天分的话，你努力永不放弃的话，总有一天也是会成功。慢慢来哈，不要打翻喽。OK， 好，补充水分，喝一下水，休息一下，让你的舌头啊放松一下，有太紧也不大好，所以要放松。我来学习，老师又没有收费用。他就这么认真教我，他学这样左右撇啊。然后呢？草。草这样啊，上下。用嘴巴画图，速度缓慢，别人用手2周就能画完一幅画，永旭得花6个星期才能完成。虽然辛苦，但他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越画越进步，所以他的画现在已经受到社会的肯定。那有长庚的收藏，有给他微薄的收入，他现在可以养活自己，甚至自己的能力也可以照顾妈妈、爸爸的。就像我的人生一样的呀，不要向命运低头，总有一天赢家也是自己。准备出发，高美师弟。我19岁受伤，到现在21年了，
从未出去出门过，第一次带我们来高美湿地这样看风景。高美湿地，然后你看今天夕阳蛮漂亮的哦，对啊，光影这样照下来好美哦。对啊，演出的东西比较小，进出的地方比较大，所以这个远景的一个效果，延伸图案的一个美景，我们把它拍下来，下次可以画这样的一个景色。哇，好美哦！今天很幸运哦，可以看到夕阳的美。祈求当榜样，那我们永续跟随。真的要把握这种缘分，就要去学习这样。如今永续的时间几乎都被画画和复健给占满，除了到医院做复健，台中慈济医院也派了居家护理师协助永续和家人更好的照护。来，我看一下有没有进步。来，手举高。哦，越来越厉害了呢。你刚开始的时候是连举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嘞。来，再高一点，再高。好，放下来。好啊，有没有办法？哎，我可以加啦。不用穿，多鞋子。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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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哇，好好。起来，哎。哇，啊你你是足无用的哈，啊这个味道啊，最近拢有味道，啊，2015年的年底吧，2015年9月是吧？对啊，我第一次来看你，对，2015年9月，哦，5年，哦，哇，改变真大哈，对啊，太棒太棒了啊，还蛮有愿转到大家，嗯，大家来，尤其是你自己啊，你自己啊。真的是很棒，很不错。这包有亏折，哎，都做包有亏折。我院长。对啊。哎，哦，你这是，哦，这厉害。安尼吧，安尼，哦，安尼嘛哈。让他就算原来有那样的一个意念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一个帮忙之下，他可能很快会遇到一些挫折，譬如说复健的挫折。譬如说，再回到人群中的不适应等等，都是可能。他不但丰富改变他自己的心灵的层次感，他也会去改变别人的心灵的层次感。随着身体越来越进步，永续渴望自力更生。他利用空档经营网购，每个月赚取微薄的收入来贴补家用。啊，无多就过三顿，咱有在忙卖啊。像金毛枪有无？嗯，即马算人口老化嘛，啊，人拢会生病咧有无？嗯，啊，咱家己买一支金毛枪，啊，你搁小支，搁轻轻啊尔，300多公克吧。嗯，我包我嘛拢有开啊嘛，你要靠我包我嘛饲我敢有可能？咱人讲的，要食好是家己好嘛，啊袂。几年前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这种想法的、啊，对吧？江小旭，你当初拢靠北部就好啊嘛吼。哎呀，伊个是一个一句话讲，你面前要倒偌久，恁老爸老母拢歹死，啊，若死的时阵，你恁娘弟仔，够肯甲你照顾，人对人讲较歹听的，是，伊个是咧帮助人。人家叫我放弃他，我说不要，那是我儿子。到今麦21年多嘛，我从受伤后到现在。过年我无包阿爸阿妈阿妈，啊！就今年我包阿爸阿妈，啊！搁阮孙啊，恁去啊。今年我都包阿爸阿阮爹安尼。是哦，你有足感动的无？嗯。你十年来头一届摕到。对哇、啊。我好感动。我无钱，我安尼钱啊用，好啊，看你偌济去领啊。我袂甲恁遐想着，我安尼一千，我有用着啊。你讲伊个脚安怎？伊个脚伫我遮，我拢家己包装啊，吼、哦。啊，伊若叫我送货，我就甲送啊。啊，长长个，摕去西门店，安尼，楼梯买啦，楼梯买去遐寄。生活上嘛，他一些跌落下来。父母照顾他，造成生活上一个拮据，在生活补助上，慈济有生援手补助，应该有10年有了。对啊，永续终于能自力更生，当然是我们团队最后的一个愿望了、啊。
也是上来早期跟我们上课讲的啊，我们不是陪伴护卫而已嘛，还要教育到安家道人自力更生啦、啊。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以及今年的新发艺菩萨们，大家早安！感恩大家珍惜时间、空间，在人群中学习做一位人间菩萨。1966年，柯南慈济功德会成立，济助贫困。而为了探究贫穷的根源，正言法师花了6年时间，找出了贫病相依的道理。为什么？那就是病。你残障的人说，虽然我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土地没土地，但是上人多感动啊！上人说他只有命一条。他自己都可以捐出去。想不到盖医院这种艰难的任务居然从花莲开始，一路挺进到嘉义、台北、台中。而原本瘫痪的江永旭就在慈善和医疗的双重协助下获得重生，进而想要参加培训，加入慈济志工的行列。曾经是被关怀帮助过的，就是说突破自己嘛，也是培训来像大家一样去关怀需要帮助的。你又不是尊佛，你是来看你的身体来现身说法。他们身体上要忍受一些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到你那种 痛苦、啊、他那种勇敢的那个行动力让人家很感动。哦，就是社区嘛、慈善嘛、医疗嘛，三方面都连接得很好。他附近的一个效果，来鼓励其他一样瘫痪的人，也鼓励我们现在年轻人能够积极的向上。我蛮珍惜现在，我会好好的把握。努力的学习，我会去鼓励一些像我们这样走不出去的个案，用自己的经验去鼓励对方。